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呢，就是
重型发掘，它有两个头，然后它进阶的是它左右都可以旋转，所以很多女生手比较没有那么灵活的，它其实转动这个方向，它可以轻松的转出外旋，轻松的转出反旋这样子的状态。那我们来模拟头发有点微半干的状态，所以我会稍微先喷一点点水。之后呢，因为它是利用我们的循环的风去吸附我们的发丝，所以它也不会这个伤害头骨、伤害头发，不会像电棒一样这么样的重。那我们首先分的一个区域呢，建议大家都是直线头的风，它才可以刚好完整的覆盖上。好，就打开我们的造型器，然后轻轻的从发尾的地方，它自己就会做一个循环，所以它其实靠风力来达到一个定时，然后可以轻轻的从尾巴，然后靠近发根。那建议大家停留一下时间，不用做太多的动作方向上的变动，你就稍微停留一下之后。我的习惯啦，因为我们在做定型的时候，它有一键冷风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我就往上轻推，然后慢慢的放下来，其他就立刻也非常自然就 Q 弹的结束。好，再换下一支。而且其实它的定型效果非常的棒，那只要我们的方向调对了，把链子调好，其实整头不用花太多时间，不用从尾巴开始，然后慢慢的往上带。有些头发掉了就轻轻的放上来了，其实它的吸附效速度非常的快。然后可以让前后让所有的风量均匀，尤其它的温度是不会伤发质，它不会造成头发越飞越干。可是以往的电棒通常交完好像头发很容易静电，都是因为温度过热，然后一键冷风稍微的让它定型之后就可以放下来。那这时候就有一个非常自然，我们先不把它拨开，等一下之后再来做拨开的动作。可以上下做滑动，它可以调整的发位，慢慢回到发根，都是一个自然的表现。然后最后一样，每一件的人工稍微上推之后，轻轻的放开。可以一起调，再重复的把它拨开，然后换到这边的时候，其实很轻松的稍微往上面的这个按键稍微轻轻的往右边滑，它的方向就变成是往后，而且它连短的地方都可以很轻易的吸附上去，轻轻的前后做滑动，然后放开，它就你看有个非常舒坦的弯线。这边要从尾巴开始，其实建议大家都从尾巴开始的原因是，它才可以整片很平整的吸附上去。然后最后一样用冷风来做定型，轻轻的放开。现在是一样从尾巴的位置，慢慢的往上移动。然后一阵冷风，让它最后可以更加速那个卷腹的立体度。好，马上慢慢的放下来。
这支最后刘海的地方。整个夹完之后，你就大面积的把它疏松，自然的接。然后就有一个非常自然，但是不会过度僵硬，但是看起来又有纹理，然后刚好是今年2022秋冬流行的一个自然系的大卷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两款今天用单身的跟发型跟吹风机分别做出来两款2022秋冬流行的发型大师，谢谢。